大家可以看我的状态。嘿，なんかセリフが忘れちゃった。セリフがあるんや。这个颜色我觉得有点选的太鲜艳了，里面的话最好还是这个衣领，最好还是一个比较深的颜色比较好。虽然其他颜色都是我喜欢的，就是感觉很年轻，很春天的感觉。Later.A few moments later. Ah, 全身是这样子的感觉。嗨，大家好。所以我现在呢，其实已经在穿着和服往前面走了。还算蛮可爱的哈。主要我觉得今天太冷了，然后。刚刚去换完和服之后，因为要把衣服都寄存在那边嘛，我就发现我的裤子，我没有穿裤子，我就穿了一个这样的和服，然后出来，现在是5度左右，所以我觉得，自己冷的要不行，所以我就回去换了一条睡裤，一边穿着睡裤。一边穿着和服的我，你们想不到的，说这个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，背地里都在穿着什么东西。还需要买一个一日券，然后在这里，一日券。到了，终于到了。哎，门口那朵花不是，门口那棵树是樱花吗？还是梅花啊？感觉好多好吃的这边。哇，一进到这里面来呢，就有一种非常非常好闻的檀香的味道。我是想看一下这个清水的舞台，因为常有一句话说，就是日本的，算是日本语当中的一个谚语吧，说从清水的舞台上跳下去，就清水寺の舞台から飛び降りる，就要跳下去。我想看一下这个舞台到底有多大，能跳下去。哇，还蛮大的，看有多高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，真的蛮高的，感觉。可以看到他们都在把香往自己的头上扒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扒拉，但是感觉就是扒拉扒拉的话应该就会有福气。扒拉扒拉，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木造建筑现在在奈良，然后他们是一种怎么建筑方法呢？就是说这个木它会隔几年就换新一次，并且他们的建筑呢就像乐高玩具一样，是有一种拼积木的感觉。
那么就是说哪一个地方需要换了的时候，那你就把这个积木这一块换一个新的上去，所以它能保持很久很久。OK， 好的朋友们，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的下一站，也就是福建道和大社。看这非常美丽的，旁边有很多很漂亮的航拍器啊，好漂亮啊。这个送姐妹的话很合适啊。嗯，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福建道和大社，看到这样子。撸不让不让不让撸，让不让撸？哎呀妈呀！哎，干嘛？哇，真的蛮大哎，我比我想象中大好多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大吗？阳光呢也是在一天当中相当好的一个时间段，微风徐徐吹拂的感觉，哎，斯巴拉西。然后在这边呢，这个道路哈分成了两排，我们想在后面的鸟居的话就变得稍微小一些了。你看大概一个人的话身高，我用身高就可以足够的高了。从右边走啊，好的，从右边走是谁？哦，真的很漂亮啊，可能真的有1000以上的鸟居。哎呦，那这个就是千门鸟居的背后了。上面刻着很多的很多的赞助的公司啊、会社啊什么的。然后现在要离开这个千门鸟居啦。